小姨，你扭过来让妈看一看。校服裤子也不长了啊，对啊，去年那个裤子长有一拃吧，嗯，过了过年又长个了。今天我们去学校干什么？做核酸。然后呢？我还要去走红旗队。嗯，红旗队，我们到几号就正式开学了，走吧。你也红旗队吧？哦，快走快走，人家坐了。哎，没人，不到九点呢。嗯，陈宇真是长高了，裤子正好。陈宇，哪个是一号楼？这个，你就在这儿排队。哇，操场那么多人。哇塞，我们带那个画。啥画？明天，明天，明天。今天主要做核酸，找最少的这个队。你在这儿妈交钱啊。你就在这排着吧，都在等待。妈拿出来码，给到我们了，不给你拿了，别坐了。这次没有那么狠。去哪里？我们家就是国旗队。国旗队，那我走了。我十点接你。程怡去国旗队啦。那个地方就是。程怡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呀。哎呀，你们那个什么红旗队，什么时候升国旗啊？明天升国旗，你看看，一号正式开学了是吧？啊，二号。看我给程宇拿了什么？药，中药。真药。没事，春天还有冬天，喝都没事。喝都没事了？养生。大家说程宇怎么了？喜欢喝中药吗？还行，喝习惯了是吧？咱收拾，咱们回奶奶家吧。走，回奶奶家。宁宁也要开学了，把宁宁送回家。宁宁，你回家吗？还不回家？明天就要开学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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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你应该也要做核酸。拜拜了。拜拜。我们回奶奶家啦。来拍几个程怡的表情包，来。我都有好几个。你看牛牛跟着我们回老家，然后也不回他家，成我女儿了。你是谁女儿呀？我的。牛牛以后跟我了啊。来，成宇弄几个表情包，我看粉丝们给你那个表情包挺好看的。来，这个弄表来尴尬的表情。尴尬。嗯。哎呀，弄几个表情包，我看粉丝宝宝都下边留言给你弄表情包，挺可爱的。这个啊。表情，表情包来，再弄几个，开心，开心，啊，再想想啊，你这样吧，改天你给大家做一个，让别人用你的表情包，行不行？牛牛的表情包挺可爱，哎，咱去那啥，看奶奶爷爷给做什么？你看爷爷奶奶给你做的一桌好吃的啊，亲自为你下厨。看爷爷奶奶干什么的？清冻羊肉，还可以冻的羊肉。你看看，爷爷给你做的你最喜欢吃的翅中。呀，这个也是你喜欢吃的。还有这个，是不是幸福吧？亲爷爷一口啊！我们就是过年之后一直没回家了。走，再看看奶奶给你端那个羊汤。这满满的都是爱呀，幸福吧？嗯，幸福。就是最近一直没回来，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没有。来看看程宇的作业，来车上给大家看看。没事，那个不是寒假作业，就是最近快开学了嘛，因为程宇一号要考试，
老师每天给他让他练习的，来看一看。别看了，作业都是作业，还不看。一会儿还要写作业了，你看看他作业。你们作业都写完了吗？批评一下啊。我也没写。你也没写，也批评你。一会儿咱们吃好吃的，哇，满满的是爱。对。程宇，把手机关掉。看爷爷奶奶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。嗯，吃饭了。咱们就是要开学了，这是庆祝你们小朋友开学了。是的。牛牛，把手机放下啊。今天吃的这种吃的中午饭，然后下午写作业，明天咱们上学，行不行？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拜拜。拜拜。